神域有云，金翼出，女皇现，各方势力都在寻找着生有金色羽翼的封天翼毒女，以图挟天子，以令诸侯。什么叫美？我这朱颜镜一照，出来的就是。这是我啊，这太丑了。这么好看，不是你是谁啊？梁有珠，多谢。本公子出门不带钱，要钱可以，跟我回家取去。这样，我给你玩个新玩意儿，就我们俩，特刺激。可以。等着。来呀。这怎么好意思？天启三年，大诗人秦芳作十二诗品，将高古、雄浑、典雅等十二种美列为美之典范。夫子有没有形容人如何美貌的？可人如玉，步履翩跹，如月之曙，如气之秋，说的就是夫子你。今天就到这儿了，下次来把十二诗品背下来。是，跑进来了，进来就没影了呀！是，你干什么事儿？是。快！夫子，你看，是。哎呦！
思思，救我！看没看着一个瞎眼女贼从这跑过去？哦，我看到了。你一点都不老。你不是思思吗？你是夫子。嗯。你刚才不是把我供出去了吗？听话不要听一半。你看没看着一个瞎眼女贼从这儿跑过去啊？嗯，看到了。在哪儿呢？我都说看了，往那边去。走。是。一场误会啊，误会误会，你救我一命，我敬你一杯。满了。啊啊！来，敬夫子。不用了。我干了。那个，感谢夫子救命之恩，咱们江湖再会。你的眼睛，大夫救不了的。不会吧？你用这毒伤人，从来没有想过后果吗？不是我，是那个死色魔的。若是他人伤你，你这指缝里的药粉从何而来？我还瞎了吗？这世界这么美好，我还没看够呢。我才18岁。我偏知道怎么救你。从小就爱听你的课，行走江湖这么多年，我阿彻就服你。我搬来此地不过越狱。交出来。什么？你偷了什么，就交什么。哎，夫子，误会了。无论那位公子是怎样的人，你偷人钱财却是事实。好吧。恶习难改。啊！疼疼疼疼疼疼！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。谎话连篇，不说也罢。今天是我18岁生日，我只是想给自己买个礼物。还不拿出来？什么好人，没想到趁我眼下黑吃黑。一，不可再随意伤人；二，不可再耍诈骗人。你必须在我的学堂受礼仪教化，早日洗心革面，重新做人。哎，行行行行，老人家就是啰嗦。你若答应，我会医好你的眼睛。我答应你。臭老头，臭老头。欺负我眼睛看不见，等着瞧。睁眼。最后拂过了眉睫，
渐渐驱散了阴天。能看见了吗？云万千，企图独占着一圈，沉默沉淀。你是夫子。时间，余生前不过是书院昨天，像没有过的抱歉。非礼勿视啊！啊呸！稀罕吗？你随便，长得这么难看，简直难看至极。你说什么？说，你知道什么是切糕吗？切？这是什么东西？你不知道的东西还多着呢。我把属于你一切尽在你。喂，你又骗人了！再见了，夫子，我阿彻天生地养，活到十八岁，不需要什么狗屁教化。馒头呢？哎，好嘞，客官来了。哎，小让一下，不让开，让开。馒头我买了，再给小孩来碗汤。好嘞，好嘞，来来来。阿彻，你在这装什么有钱？没想到十八岁的第一天就挨了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哎，就是他，就是他。各位大哥，刚才那个馒头我付过钱了。你们这是干什么呀？看见了，微臣白当当参见玉皇陛下。参见玉皇陛下。我？对啊，就是你。金一初，女皇县，我以我娘的名义起誓，你就是我们南雨都苦训已久的玉皇陛下。
陛下，陛下你慢点，哎，别撞了。这比我想象中的大多了。陛下你慢点。陛下，兄弟，没必要叫我陛下。可是您有金翼，您就是陛下呀。这翅膀我也是今天才长出来的，还不太会使用。你会飞吧？你能不能就是教我几个飞行技巧？我是人族，只有羽族贵族在18岁的时候才会长出羽翼，像陛下您这样的金翼更是绝无仅有的。啊，这么厉害？我就当是老天爷送给我的礼物。对了，陛下，那边是祁阳宫，文德帝封天翼离开之后，他的叔叔封刃就从宣晴殿搬到那儿去住了。封刃那个糟老头子住那么大的宫殿？嘘，陛下，这话不能乱说的。没事，我就待一会儿，我一会儿就走了。陛下，这话也不能乱说的。白当当，参见裴大人。白当当，你怎敢擅自入宫？这位是羽皇陛下。胡言乱语，立刻给我拿下。哎，各位好汉，此事与我无关，是他非要把我带进来的。我以我娘的名义起誓，他真的是羽皇陛下。胡说，羽皇陛下明明在大殿上。啊，不是我说你快点，你把你的金翅膀弄出来给大家伙瞧瞧啊。伪昭，你给我回来。哦，不许对陛下无礼。陛下您请。诸位都看到了，本座找到这位杜仙音杜姑娘，就是咱们的新玉皇了。来，各位，微臣参见。还是等一下吧。有请如彻姑娘。谁呀？哎，陛下，陛下，你看我这个样子，是吧？怎么看都不像玉皇。死了！来，快打一下来！小骗子，你干嘛来了？有病吧你！陛下，陛下，参见王爷。哎呀，微臣不敢，微臣不敢，陛下不可这样。王爷，您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你自己看看就知道了。如彻姑娘，陛下，你只要张开金翼，这辈子吃香的喝辣的了。快点！行行行行，行了吧？一小子骗子还想金翅膀啊？出去！干嘛去？敲锣的什么？门在那边，门在那边的。哎。不是你韦国公找到的才是女皇吧？
那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。先来后到，事关地统，岂可儿戏？那你的意思就是说，我找到女皇，她额头上写了个假字吗？嗯。王爷和国公切莫动气，神谕显示，文德帝之女只有一人。明日不妨请出生息仪，好好比对一番，谁真谁假，不就水落石出了吗？这东西还能有假的？好，本王在此，指天立誓，无论对比结果如何，将会奉真玉皇为主，愿同此事，绝不反悔。如彻姑娘，选金夫人让老妇服侍您沐浴更衣。这么多人服侍我一个？是羽皇，那我爹是丰田义了。嗯，我记得他不叫这个名字。文德帝夫妇归隐山林，自然是改名换姓了。先夫薛金曾经是这宫中的三品御医官，老夫有幸曾经见到过文德帝。您戴的这个天空草项链，一看就是他的孩子。我爹，文德帝，他是个好皇帝吗？是明君，也是混世魔王。不过，他人长得好看，做什么都让人生不起气来。婆婆，我今天也遇到一个长得很好看的人，是个教书的夫子。哦。不过我骂他丑。为什么？我爹说了，你这好看这四个字不能随便乱说的，要说了，说不定这个人会变成我的夫君。你真好看，我差点就说出口了，不过还好换成你真难看。我倒觉得你挺喜欢他的。没有喜欢他，我就觉得他长得挺好看。好好好，您说什么就是什么。要是能一直睡在这么软的床上多好呀。夫子，你要知道我当女皇了你会说什么呀？哦，你这小贼，不成体统，不成体统。快点儿！有必要这么着急吗？就怕韦国公拿我们的晚刀做文章。但是这条路好像不是去凌渊台的路啊！哎，这条路到底是去哪儿的呀？你怎么不说话呀？嗯，我怎么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你啊？哎，怎么停了？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
快走！等等！陛下！你受伤了？你是我找回来的，我一定会保护你。他们是冲我来的，我引开他们，你快走！陛下，追！欧卡，欧卡。满城风，便安心自飘零；一念凝雪，便狠心葬余生。一曲未尽，隔天涯雨弦散两声。切断我前程路，莫问心与命。最可叹叹残路冷夜寂人间，叹我这来路风雪前程相与欢，谁辜负了谁不甘，谁心依然留白烛灯一盏，足以过千山。你没事吧？你怎么会来？这坠子。上！夫子小心！他是怎么做到的？他是妖怪吗？管他什么的，都给我杀！杀！杀！切断我前程路，莫问心与命。最可叹叹残路冷夜寂人间，叹我这来路风雪前程相与欢，谁辜负了谁不甘，谁心依然留白烛灯一盏，足以过千山。
不知后悔终无期，不知花落纷飞雨，不敢高声语，惊破一场幻梦。幻梦是你慈爱炎炎，只流光半生寒，此恨绵绵，午夜深到惘然，此生不倦，寒弦声未断，情已断，转眼已成华年，非虚化语言，切断我前程路，梦。